你选择谁，你就撕他的名牌。周深，我不干周深。所以我选择的是周深，周深。好吧，大家再见。可怜的宝宝，生无所恋。贵阳，嗯，我爱你。咱们推荐不用脸推荐是吧？来吧，给我吧。哇，好多人！哎呀，不是你太明显了。我个子吗？你以为你不明显？我们直接找了跟我们团队里最高的。也没事了，人家明明就想知道的吧。我们有一种掩耳盗铃的感觉。低点头，低点头。这谁啊？周深吗？哎呀，这个是他。这个。低点头，低点头。周深，周深，我跟你说，如果你要告诉我这些都是群演，我能就。这些人没有一个是。改变了，改变了，改变了。群演。全是真人。你稍微给他，就在这边稍微介绍一下，很快。该怎么介绍？就是你的前身。快点给我介绍。这就是贾秀楼，然后那是贵阳典型的一个文化的标志，很有名。这边会建一个关于贾秀楼的一个文化广场，会让大家更了解贾秀楼的一些文化什么的。开始可以哈，小导游，成功。贾秀楼，好。我们不要放了吧？必须要放吗？哎呀，我真的会谢。哎呀，这是什么？好羞耻啊！大家记得来贵阳玩。不是，我觉得开场差不多了，不用再介绍周深的优点了。咱们一天玩不完这么多东西，准备都准备好了，准备都准备好了。这么敷衍我吗？准备都准备好了。真真，我觉得这我来不了。所以就定了三棒是我吗？可是我心态没有那么好用。挑那个吧。我最后。周深，你想不想当贵阳的推荐官？我想当推荐官。你想不想当贵阳的推荐官？为什么下来一直踩车？你想不想当贵阳的推荐官？我想啊。有点奇怪了，周深你。没有。我从这看你好奇怪啊，这这。背了一晚上，不是你什么感觉啊？没事，还有其他的也背了一下。我一心一意到来念是一一一心一，你对呀、啊，你也没念清楚啊，你对，不是你肯定不是他说的、那个，你去质问干什么？对，我们还对着那石头笑，谢谢你的安排。谢谢你的推荐啊！谢谢你的推荐，谢谢招待啊！我们对着那个石头哈哈笑。Oh my god, my math is so good. OK, 来吧，白鹿先生，那咱还犹豫什么呢？深深，你先来。哎，周深需要从其余成绩当中挑选一位跟你一起去加班。挑选一位。周老师，那就成成吧。挑选还没打呢，内定了，还没开始，内定了，内定了。你肯定进不了前三。牌周深，我不干周深。所以我选择的是周深，周深。你好，昨天晚上睡得好吗？
怎么样？昨天晚上睡得如何？Hello， 你俩见过吗？我们昨天对，他嗓子是还在变声期的。上面吓一跳，以为自己做噩梦。我的声音都已经是噩梦了吗？是吧？那你当看到迪哥的时候是什么？更害怕了。第一季的时候，他们抱了一只活鸡过来。嗯。他也不打鸣，就在旁边躺着个脖子看着你，然后你睁眼就是一只鸡。快起来。可爱的公鸡，走。行，那我穿裤子。欢迎欣赏下一个节目，范丞丞穿裤子。接下来要怎么操作？我说的是钻进谁的被窝里？啊，只要不是贾立新，不是贾。我，你说我钻进他被窝里，我们三个一起钻吗？一起上。我跟范丞丞左右夹子攻，你是从上方，上方。有的时候感觉自己是一个巨星，每个人都爱着我，有钱又有名。OK， 你确定这是个歌手吗？对，自己写的，毛不易的歌，毛不易，毛毛的。但是我差点没听出来是毛毛那首歌。哇，哎，你晚上睡觉开空调吗？我都可以，随你。这个是不是随便串门啊？这是不是扒开别人的门就可以冲进去、啊、好，走吧。对，那我们故意开门跟他们聊天吧。快进快进，有蚊子。尝尝小嗨罗弟弟的劲儿。错了错了、嗯、小罗小罗号弟弟的吹。那个大海在哪儿呢？海在哪儿呢？小罗嘛，小罗小罗地球的小罗。而且现抄我刚刚的歌。还有小罗好，你笛子吹，唱过了。海鸥进来展翅飞，后面有海。第二句也算吗？第二句也算。后面有海，孩子。海鸥，你刚才唱没算是吧？不会。弟弟，你被哥哥套路。哇，有泳池哎！哇哇，游泳池。哇，这个水这么深。哇，这个水这么深。他说这个水这么深。小孩不要往深水区走。看好孩子啊，看好孩子。当地人有一句话叫饭养身歌养心。饭养你养我。你养他。然后周深和程程 PK。 失恋阵线联盟草蜢乐队。恭喜答对了。什么玩意儿？你们猜不出来，我很没有面子哦。很久很久以前，巨龙突然出现。我知道，周深唱那个大王那个。错。周深唱的那个，就是那个歌词儿很长的、那个。歌词儿特麻烦。玻璃巴拉噼里啪。噼里喇叭，你大你大懂。达拉崩吧，达拉崩吧，周深。恭喜答对。我刚想说，刚想说。刘明康老师，我们非常喜欢你，向你致敬。叶子是你最亲切，你是我在树里的树。杨迪的任务能完成吗？已经完成了。那怎么可能嘛？哇哦！你看看，哇！你看看，哇！晨晨。你是魔鬼中的天使，这个怎么了嘛？魔鬼中的天使啊，他们俩是混进去的吗？坏人里面的好人、啊，坏人的好人啊，这我都不向着你了，但这不是我干的，也从来没有向着过你。蚂蚁呀黑，蚂蚁呀黑。蚂蚁的牙怎么不能黑呢？蚂蚁有牙吗？蚂蚁那个钳子那么黑，那叫牙吗？嗯，我管它。有的，有的，有的。这个算啊？蚂蚁门牙。程程，我特别爱吃海南鸡饭。也等会儿，杨迪哥，你是哪儿人？四川羌族。
你是四川的，朗朗东北人，东北人。然后沙溢哥是东北，然后我是山东，贵州，贵州，贵州。OK， 贵州，贵州。周深到你了，范丞丞的微信头像是他的自拍。好像不是。答对。我也没记得是啥，反正我们猜的是我爱你。猜那另一个了。我跟排除法啊，先给他排除了。也给一个吧。我拿的是火，我拿的是火。我是碳，我是碳，我是石新平，然后我是一个壮族姑娘。哎，然后我们壮族姑娘的歌曲呢，有一个小技巧，就是音可以拉特别长。来吧。每个十三，这好像只能周深来吧。三界故乡百花开嘞，肯定周深，周深，赶紧，周深，周深，把人喊到了，男人都来了。新综艺改名了，我们不叫《青春环游记二》，叫做《贾玲和她的男人们》。我都出汗了，啊，第四个字。曲苑杂谈，天哪！周深有一种恍然大悟的感觉。贾玲姐演的是响声响亮，我说大吉。这是什么呀？不看节目的吗？哇，也太适合我今天的装扮了吧！有点难。四个字。你要注意整个情节，我不是表演字。你是情节，对。这是翻跟头啊！这是其中的一个片段。啊，片段。什么动静？就是那个墨西哥撒盐的。真不知道，我尽力了。姐，弟实在是也是没琢磨明白，弟一模一样给你演。没了吗？没了呀，还有吗？有啊。是啊，没了。好吧，对，演一遍嘛，演一遍太难了。四个字说。四个字，这不是在描述一个字或几个字，就是它其中的一个印象。天哪，没法表演。你好好压轴演出非常精彩的那个表演。
你车窗上的雾气，仿佛是你的爱在呼吸。我喜欢这样跟着你，随便你带我到哪里，你的脸慢慢贴近，明天也慢慢的慢慢清晰，让我们一起乘风破浪，越过心心愿。大家会今天要踩高跷吗？周深的心愿是想吃桂林。来，前面的扫一扫，白雪公主那个那一块的扫一扫。你们到前面开路，我的护卫军去前面开路，去吧。开走吧！哎呀妈，你这水平开车，是不是竟然还有人敢坐吗？你这还有人敢坐？哎，好了，来，我这能力有限啊，大家让一让啊，自己避让啊。什么都吃了。三个字。我真的不知道是什么。再来一遍，再来一遍。前面要柔美是吧？嗯。啊！我尽力了。钢铁侠，没了，没了。再来一个，再来。哦，六个字啊，六个字。看啊，这是个，嗯。能姐，就这么给你演吧。来，大家让我们一起来喊一下口号吧。啊啊崇正来喝口畅心，告诉你个秘密。哦，谢谢周深，听说梦想很美，一起去吧。我坐哪儿？尝尝能吃不？这真的还蛮好吃，超好吃。哪个？这个是吧？来，菜都做齐了，快来。哎，给我放点音乐行吗？来，我给你放。你就在那捣乱呢。就有他们的音乐。不敢对视两人。你真的在躲哎？我也在躲。对。现在我刚才也有点，因为他认真起来的时候不一样，他太认真，认真就帅。迪哥，我们俩再来试一下，来，石头剪刀布，你们还在作弊啊？都不录了，你们还在作弊？已经不录了。如果下一个是连续赢导演组，大家必须全部赢石头剪刀布。这跟默契没关系，就生气不是大概表演成这样吗？程程也是这样。我不是这样吗？像那个《猫和老鼠》里那只狗一样。我好像。你是这个节奏这么轻松吗？程程是怎么撒娇的？你还是这样。太好了，太好了，厉害！来下一题啊 ，rapper， 范丞丞，你俩，我们仨一样。啊，你们仨一样，我们俩一样。你们想复杂？你们是什么 rap 假唱 rapper？ 什么叫假？每个 rapper 不是都这样拿着麦克吗？简单，打篮球。哦呀，篮球里男孩最帅的动作就是这个吗？不像哪个男孩，你。
这个呀，他刚才就如果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跟自己的父亲、母亲、家人玩一玩，家人玩一次，如果赢了的话，上传视频发给我们，我们不相信。他们能，他们能彩排排的、啊，不能作弊啊！君子游戏。来，千万别作弊啊！千万别作弊啊！不要做。好了，来。好嘞，下一个密室见。请说出范丞丞的五个缺点，开始。懒，太帅。胖，越高。爱睡觉。耶、yeah! ！太帅不是啊？谁说太帅了、啊？太帅这叫缺点啊！太帅也算、啊、也算，红颜祸水。对呀、啊、对呀、啊，当然是看，当然看。姐，我明白了，你才应该去第二个，你不配站在这里。你才应该去第二个。我在这儿，我上。你不能走，我菠萝蜜、猕猴桃、大西瓜。不是，菠萝蜜，菠萝蜜，菠萝蜜。我说过了，你大熊小菠萝。不知道呢，大熊，恭喜你们。哇塞，拖出来拖出来来，你先穿上去。陈俊穿不起来。对，这是一碗素米粉，无调料。素米粉没有调料的。那开始了，从周深开始。气死我了，你不知道庆余年？不知道庆余年鸡腿姑娘？庆余年不知道？没看。我觉得两个人应该是不是坐近一点？我姐看这是看默契的。我们有吗？开始了，给我们比个手势。叔叔阿姨们好。啊！我妈小时候总是给我一些奇奇怪怪的打扮。这是什么？哪吒。哦，哪吒，哪吒，哪吒。也是从小就开始玩 cosplay。结果也没比明白。多大、啊、那个时候？七岁的时候。哎，周深那时候有一点点。高高高，你们好过分。晨晨发了新专辑，大家都知道吧？是是，我已经二十岁了，我也刚刚发布了，哦不对，是就是我发布了新专辑 Emerge， 然后呢，刚才我跟我姐一样，然后呢在这里跳个舞给大家给自己打 call。 对，二十岁了，然后我又一小段舞蹈为我的新迷你专辑打 call。 什么？哦，你知道的，你一定会知道，模特李荣浩，答对，成绩最差的那种班长。第三个呢是超出常人智力的二零级新生，天才少年。哎，这个身高，范丞丞，他让人真智力不够，智力不够。哎，咱俩可以演那前后板，你进。好好，你就变成。我来，我来，我来，我来。然后范丞丞、周深、贾玲姐、朗朗哥，我。对了，答对了。他是夏尔，是吧？是周深的偶像。哦，我是黑执事，黑执事里面的社长，特别厉害的小孩。那还得选一个很火的综艺，比如像我们，像《青春环游记》里面表白的话，是一个特别好的方式。要不然你在别的节目里表白，有可能就看不见。哦，这他肯定知道。恭喜答对。你现在是柯南还是？柯南。哎，你看。果然我的推荐很到位，可爱。毕竟 cos 嘛就要还原。但我觉得我最还原的地方是跟呆毛。对。还有身高，还有身高。范丞丞最后这个点睛之笔啊，丞丞。他这个意思是？这个是什么？哦，这是你吗？春游家族，如果是歌的话，画第一句啊，丞丞。好啊。太难了。我们干嘛的话，我们干什么？画第一句嘛。对。对呀、啊。第一句。这是我们不说的。周深画的是啥意思啊？第一句啊。风吹着杨柳。你太高估我了，我只会那一句。而且杨柳确实有点像椰子树。二一。啊！范丞丞。好帅呀、啊！我们忘画脑袋了，所以丞丞唰加了一笔的时候，我们哎呀巨激动。你看看他像啥？畅青邀约瓶，跟他有关系。畅青邀约瓶跟他有关系。我们喝完了，我们感觉啊，很轻松。两个字，三分，哦，他太厉害了。一个运动，两个字，篮球，篮球。对对对对。三个字，
口技，这个。哇塞，这什么东西啊？哦，三个字，火柳根。火柳根，三个字。啊、那个游戏机，那个，它叫什么？统一叫什么？街头霸王。Up。打游戏，游戏机。啊，啪啪啪啪啪。不是，跟这个没关系。上上下下左右 A B， 嗯 ，Up。放大招。对，霸王。高一点。这个音乐我忘了，然后大家都。五个字。五个字，一个游戏很经典的。阿拉秀，知道了，答不了。感觉像衣锦还乡。哎，看那，哎，你看那小孩，准备的吃都这样了，已经。杨子，哎呀，真答对了。是。开始，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。杨千玺。你猜是谁？说是随便猜。杨千玺。错。哎，我在这儿呢。范丞丞，我真的想保护我，保护我们那边还有朗朗哥，都是保护我，还有保护我，好，这种又再见啊，不是，又不是他那个年代，自己来哦。今天你们辛苦了。啊，都是这种。但我前面都不会唱，我只会左手一只鸡，右手一只鸭。让周深哥哥陪你一起唱好不好？好，我是做错了什么呢？我妈很喜欢听这首歌，好吗？阿姨喜欢听，好唱。风吹柳柳，啦啦啦啦啦啦啦，完全不会。小河里水流着，哗啦啦啦啦啦啦，谁家的媳妇？左手一只鸡，右手一只鸭，身上还背着一个胖娃娃，一儿一得儿喂。周深，如果是你自己，你会选择唱什么？嗯，哎，年轮，没有年轮。可惜从没人陪我演这剧本。哦。如果唱歌的话，一定要选周深，这样才能播出。不是周深。嗯，都是周深吗？我在马路边捡到一分钱，把它交给警察叔叔手里边。情到天涯海角来。情到天涯海角来。不愧是你弟，哪都好使姐。算。请把我的枪。算。为什么左手一只鸡，右手一只鸭？还没告诉你对不起，我爱你。啊、对，这有礼貌吧？这就有礼貌了，完全是对现在对周深是那种了哈。哦，我知道，我用尽一生一世将你供养。这个是礼貌吗？都有礼貌，我用一生一世把你供起来，还没有礼貌、啊？我把它都给酿了，就酿了。那我有，他就算话我也有。那你再等一分钟，也许下一分钟。这算。我呀，叶丞丞，七月份的尾巴，这是。心还是会疼，想你在0.01分。哎，这算？这算的，这当然算了，0.01分。哼，是不是谁赢了，谁就把谁放在这儿下车？我们恭喜的是范丞丞。现在我觉得我的选择还不是最差的，对，所以是丞丞就可能是故意帮你那个的。这是新的吧？对，新的啊！龙了！哇！又一个没洗脸，又没洗脸的是吗？今天真是奔波霸呀！我是奔波霸，不做造型、啊。刚刚谁说我奔波霸呢？波波波，帕波尔芬立马就出现了。
小爽的腰围比吉娜细。三二一，不一致，因为程程一个人答错了。周深，你这是啥呀？周深，你也在鬼鬼祟祟。人家本人在这里，不应该都是这个题吗？对不对？周深现在还住在公司的宿舍。三二一，不可能。周深的行李箱里有很多的白 T， 是因为周深爱干净。三二一，大家看看热搜吧。我是多脏。他有十几件白 T， 但其实只穿其中一件。十二件是一年的。夸自己就是这个鬼样子。哎呀，这也怪得了。好，我留过了。哪一位不是音乐家？你是说黄明昊不红，因为只有火的人才可以。愿赌服输啊。哎呦，哇塞，你这个太棒了。你也太还原了吧。绝对还原。你这个发型怎么这么帅？驴毛。他为什么不像我们？为什么我们藏狐就？我有一头小毛驴，我从来也不骑。我这头猛驴，我感觉像我带了一个人上综艺一样。你对，你没有，你没有扮。哈哈哈哈哈！这个姿势。我捋一捋他，把他先捋到。帅呀，程程，太帅了！加油！柯南，把你的鞋开起来。这是我刚给你的吗？程程呢？程程写的谁？我写的是杨迪老师，但是我实名制的，实名制上面写了本人周深。养生，谁也好。魔术杂技我会了，我已经会了。我弟是八千的长脖子，八千年的脖子。啊，妈妈写的。哇，后面有那个周深来念。你念吧，你念吧，来吧。机会都是给有准备的人而准备的。